疼个猪肝儿啊，这啥？那么这样我就笑成猪肝儿。这衣服里我洗完了老立着，那多帅！我肉不可挡，我确实挡住了。你肉肉派对，你怎么那么会拿呀？这是暗藏玄机呀！是牛牛，哎，瞧瞧这肉长面包上，别长我身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王，这里是老公，今天我们吃案板，久违了，久违了，久违的什么呢？什么呀？嗯，光和手感又来了，这期可以说吃巨资了，姐妹们，姐妹们，难得吃一顿。老公说，可好多没吃过的新品可都上，兄弟拿铁罐子，点赞过5000，咱出个罐特辑。老公发话了，得管用吧？老狼说点不够就算，然后我这更少。老公说得管用吧，给不给这面子？他不给，他不给。主要是我俩看他家罐子种类特别多，叫什么？默默葡萄。你买的，你问我。你挑的，你问我。啊，我挑的呀。茉莉葡萄。完了。那什么茉莉？但是它葡萄乳酪那儿感觉像一种零食的味道，就是葡萄味的那种制品。嗯，它乳酪真的很好吃，里边是茶叶碎嘛，咯吱咯吱的，我感觉有葡萄果肉。啊，没吃着，真萌啊。啊，没吃着。第一口的话全是那茉莉的清香味，后边有一点吃葡萄的味道。我说这个糙的面包体跟这乳酪还是很搭的，它葡萄那块乳酪是丝滑的，然后下边茉莉花茶那一段就有点跟奶酥和乳酪结合体似的，那咯吱咯吱的，又咯吱了。莫兰迪社是拿铁，斑斓生椰拿铁。嗯，巧克力酱，咖啡味上来了。我这咖啡味好浓郁啊！啊，我咖啡味刚上来。这是生椰奶酥，巧克力酱裹着巧克力，口感很丰富。虽然是米面包啊，但是确实没什么米面包。手指都拉开了。那你俩呀？牛牛。那你俩？不听话，斤斤计较，打在公屏上。吃肉，肉肉 party， 肉肉派对。这里边肉还挺丰富。这是蛋皮儿、肉松、墨鱼肠。嗯，你还有点蒜味。嗯，那肉松好吃，那肉松特别湿润，这鸡肉调味的也挺好的，但是没什么蛋皮味儿。蛋皮是甜的，蛋皮口感很好，特别柔软，还是肉的好吃。嗯，这咸口真很好吃，它是辣松，它是藤椒鸡排。嗯，怪不得呢，是我爱的味道。好吃，这真的很好吃，我爱这蒜味。它这个咸蛋黄和肉松裹在一起，那个酱很腻的，我很喜欢，但又不是很腻，就那个程度刚刚好。我俩喜欢东西就是，他喜欢那肉松，然后我喜欢里面那鸡肉，我俩的喜好碰撞到了一起。巨辣，纯光和乳酪米香草味儿。再不说又忘了，7秒记忆。那不小鱼儿吗？切这块吧，这块大。小鱼儿吗？不理我。咱尝尝香草的，跟咱上来吃那原味的有什么区别？忘了，我也忘了。小鱼儿吗？小鱼儿。更香好吃呗，但确实有点香草，多了一些乳酪的酸味，奶味也很浓，就很能吃出他家的水平了。米面包不错。那种细腻有点韧劲的面包，我觉得比起原味我可能更喜欢这香草，没那么腻。举着吧举着吧。那我直接都吃了还举着，脸不友好，来者不善呀。你这拿铁虎皮。你刚刚说什么虎皮？生椰拿铁吗？你放什么屁呢？这是什么奶就是肉松生椰拿铁虎皮。我一看他来了，我想说他，我那儿他难道说的生椰拿铁虎皮吗？我又再问了一遍，还真是外台肉松奶冻虎皮，和凉粉似的。嗯，
这芝麻味儿好浓啊，这肉松吃出辣条味儿啊。奶冻没什么奶味儿，我觉得奶冻就是咸味儿。但我觉得他们家这肉松，什么芝麻肉松，这块还挺好吃的。嗯，整个虎皮的亮点了。这什么剧了吗？剧了吗？剧了吗？这名儿很符合咱俩。说，肉不可挡。这黑的什么呀？不知道。真该不负责呢。嗯，这个藤椒鸡肉的味道特别浓，我更喜欢这个。我觉得这稍微偏甜一点，然后这个是咸口的，这个吃的肉感更强，肉派对吃的更满足一些。这回得生椰拿铁灌了。那这个确实是，干一杯干一个，干一杯，我俩干了你们随意。没劲，半天，干什么呢？江燕老公那苦瓜脸，无语了，无语了，大家。这个生椰拿铁灌了。糊上了，酸的，乳酪太多了吧？这黄的什么玩意儿？咖啡乳酪。嗯，我觉得脆脆，倒是点睛之笔，加的挺好吃的。它底下酱都有点偏黏糊，倒是不难吃，但是它那酱还有点发酸。我觉得是乳酪的问题，也还行吧，凑合吧，凑合吧。当然还差最后一个大牛排吧，这个牛牛什么什么牛牛，好像是牛牛排对。放屁。后俩字是牛牛，芝士牛牛，真无语，真无语。肉肉派对啊，肉肉，这我爱了吧？什么肉肉派对呀、啊？牛牛没法合作了，里边都是大牛排，看啊，芝士牛牛，这芝士不赖啊，抢先了，抢蛋皮裹着鸡胸还有牛排，嗯。怎么吃出熟食的肠味儿、啊、就是过年老吃那种肠，但我觉得它牛肉没什么味道，鸡肉占大部分。嗯，这乳酪丁还挺好吃的，这盘就是芝士吃的挺满足的。这个我觉得加热应该更好吃一些，会流心吧，主要是我俩懒。总来说还是更爱那个肉肉派对。肉肉派对真的完胜，深入灵魂了，属于是本期最推荐肉肉派对，然后这个我也挺推荐的，当然深夜拿铁肉肉派对。为什么不说我那个一般？我就说这葡萄这也挺好吃的，急了。然后虎皮的话，我不太建议大家买奶冻款的，我觉得奶冻的就是占的比例又大啊，加的这一点肉松很好吃。虎皮其实皮行吧，但我觉得它不像虎皮，像蛋糕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一键三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